外婆，能不能给我20块钱啊？要20块钱干嘛？没有啊。妈妈不是给有钱你吗？你什么时候看到给钱我了？我就在旁边看见的呀。我想买两个鸡腿，一个是给几期的。我牙齿不是刚拔了吗？我要补一下。没有那么多，我给你15块吧。记得早点回来吧。知道了。哎，春春，你去哪？妈妈，你不是上夜班吗？我等一下才到上班时间。我听外婆说你考试得100分是吗？嗯。我知道这个消息就马上回来看你了。儿子，你现在得100分，但是你不要骄傲和放松哦。知道的，妈妈。妈妈叫你背古文，你背了吗？背了，妈妈。好，那妈妈考一下你，你背一下《静夜思》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你看，说错了吧？不是疑是地上霜，是疑是地上霜。妈妈把这个《长相思》可以背古文的，下到外婆手机上了，你可以多看看。嗯。《静夜思》，唐，李白。它有真人朗读功能，发音标准，你只要跟着读就不会出错。收录了从小学到高中的课内外诗词，有好看的诗词动画帮助记忆。还能建立学习计划，轻松学完一学期的诗词。好的，知道了，妈妈。嗯，那妈妈去上班哦。你记得做什么事不要太骄傲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妈妈，你骑车小心点。啊。老板，我要两个鸡腿。老板，给你钱。谢谢老板，生意兴隆。奶奶你好。咦，大舅母，你在这里干嘛？你吃饭了没有？没吃，没有，没吃啊，在这里等，没吃来。大舅母，我这里有个鸡腿，给你吃吧。你不吃啊？不吃，我刚刚吃过了，我先走了。外婆，我回来啦！啊，你回来啦！姐姐吃鸡腿，外婆叫我买给你吃的。啊，谢谢。珊珊，你的鸡腿呢？我在路上吃了，好好吃哦。有时候觉得我们很不一样。